要看对方，要看对方怎么想，就一直都是持续的联系当中。过去出席活动，坦言一直有和对方联络。林志玲和言承旭情传14年，始终没停过，如今被爆料疑似世纪大复合。根据马来西亚媒体报道，志玲姐姐一身休闲打扮，头戴黑帽、黑 T 恤，搭配热裤，大秀美腿，小心翼翼快闪进饭店。而言承旭则是先被直击搭飞机到吉隆坡，随后也现身饭店，两人一前一后搭电梯上楼，疑似私下约会。据了解，林志玲这几天在马来西亚工作，她更抛出美照，一袭黑色低胸小礼服，协作洗手台上甜蜜说晚安，让人不禁联想，难道长进的是言承旭吗？就吧。姐姐说想哭的，应该问他吧。他有，因为他每周都看他一点。对啊，应该要看他的态度。复合吗？复合？可能要问问看他。话讲的暧昧总是公开互丢球，林志玲言承旭从2003年被拍到相约拜拜，随后手机浴袍照流出，传出绯闻。不过两人接连陆续走红，聚少离多，虽然最后以分手收场，但心底都互相为对方留了位子。好久不见。从避谈感情到2015年毫不避讳在金马奖上和言承旭大玩隔空合体梗，如今被拍到幽会，林志玲经纪人表示不知情，似乎暗藏玄机。清缠14年的昔日恋人是否真的上演世纪大复合，外界格外好奇。三立新闻张泽如、陈文俊特别报道。行动吧，报道。